把我变白，是不是？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吗？我不要变白啊！我要做自己啊！咦，为什么会有新的？哎，开了哎！今天有变白哦，老公。我不是很敢说，活动那是什么？耶、yeah, ，我中了！哎、欸，我干嘛送我自己啊？我按错了。喂、欸，我想说奇怪，哎、欸，我刚是不是按错了？好复杂，凤眼黑眼，好三三，我没有按错。蛮白的，蛮开的。我最多就一瓶啦，一瓶，我没有两瓶。你应该可以三瓶吧？我在猜你一个人最大概可以喝三瓶。我们刚刚没有喝醉，我现在可以走啊。好啊，看，我现在没有喝醉，现在可以走啊。有神助攻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还在黑啊？抱歉，你没有看到吗？爱德华三个人喝13瓶，所以你一个人可以喝至少4瓶。我也才中一次而已，所以你一个人可以喝4瓶吗？天哪，你是不是没有胃啊？爱德华，你是不是胃破掉了？你是胃破掉了？人家胃破掉了。心动好像不好做，好魔鬼，好悬。好魔鬼，早啊，谢谢 Larry 的爱心。好聪明仔，你有在吃什么保养品？什么都没有告诉我。今天明明就是星期一，你不要骗我。改天拿给我吃吗？你为什么那天没有给我吃？我那天啊，我昨天还胡宝还送，我昨天胡宝送我回家，然后胡宝还睡我家。我昨天真的是超醉的，有够醉的。怎么我傻了吗？哦，你是说现在过12点，所以现在星期二？星期二真的超醉，我真醉一个响叮当的。我看起来就写着不能喝啊，我看起来写着我很能喝吗？哎，幸福小小说他考虑要直播，哎，可是他在考虑。小小没有住我家，小小在考虑要不要直播，可是他说他很害怕，就是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内向，他会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他会不知道就是直播要说什么。他说他很害怕，就是不知道没有人跟他说，是吗？你是我的吗？你是幸福的守护吗？你不是小小的守护吗？你说你要当小小的守护？你昨天好多人看到小小要抛弃我哎、欸！他
道，你帮我取消关注。什么意思？你取消我关注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看到小小然后又加回去吗？是吗 ？Hello， 老板，什么？你为什么取消关注我？辛苦。Hello， 笨笨，你点了没听？为什么？你是我的守护，你今天是第一吗？今天第二吧。我是王志玉，一连几天我们都跟大家介绍了中国大陆，您一定得要认识他的企业家。哦，你是周榜第一耶！认识的是华为这家公司。为什么要把工作开？任正非，那么是华为的创办人。好，笨笨，我要带您来认识到底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，那么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企业家？你的心情哦，在中国大陆呢，大家封他为最实力的企业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很不喜欢动耶。昨天多亏小小你才刷这么多。他昨天都刷给，他昨天都会刷给小小。没有，我没有上班，我在上课。我是大学生。我是大学生，我没有上课。孩子喜欢，妈妈放心，开心就叫流星爱。你昨天狂刷、欸，爱德华，我的 iPhone 10嘞、欸。你说你要给胡宝 i8 哎、欸，你昨天自己跟他说的。我昨天没喝醉，我还有听到这句话哦、喔。昨天小小超狂的、啊，他昨天我把手机给小小，然后幸福又狂刷、欸。他说他要等。他在那个小小直播，可是小小还在考试。很好啊，你们移情别恋非常快，非常快。没有到很早吧？他好像两点多三点钟，对不对？我不记得，我昨天喝开了，我昨天根本没有在管时间。谢谢点亮爱心。是爱德华，你是要养我是不是？